开饭喽！哇，哇，大刚，这一桌子海鲜得不少钱吧？用不了多少钱，在咱们海边啊，这一个饭才花几块钱呢。真的假的？你也给咱家老铁介绍介绍。行，那我给大姐们介绍介绍咱们家的海鲜套餐。大个带黄的扇贝肉，三包，每包是200克。无沙的花甲肉，每包250克，也来上三包。野生的黄花鱼，每包是500克，来上两包。去沙的蛏王肉，每包250克，也来上两包。大个的脆口鱿鱼须，每包250克，也来上两包。再来上两包汤块，回家做汤。不会做的哥你们啊，不用担心，大港再送你们两包海鲜调料包，就满满这一箱，只要2.9，还给您包邮。